其实我是你粉丝，是吗？真的，华哥嘴上说着是他的粉丝，却悄悄将 C4 炸弹丢在地上，当炸弹冒出浓烟的时候，整个会场瞬间乱作一团。而作为当下最红的女明星，她第一时间就被护送到了外面。可就在她上车的时候，助理却发现了不对。喂，你的项链！女明星这才发现脖子上的项链居然诡异的消失不见了。原来华哥是一名大盗，他经常混迹在拍卖场，一旦遇到天价珠宝， 就会用特殊仪器采集信号，传递给同伴进行追踪。等到半夜的时候，他们确定了珠宝的存放位置，随后就由同伴潜伏进去，将宝库的墙壁打穿一个洞。尽管里面有着上百个保险柜，同伴还是根据信号传递器找到了隐藏的暗门。可就在他靠近的一瞬间，感应装置自动发出了警告，安保人员立马冲了过来。同伴却并没有惊慌失措，而是淡定地破解暗门的密码。